喜欢的长条物了、啊。我是喜欢长条物。那、啊、不然呢？喜欢棒状物。哦、啊、他也是啊，他也是，而且他要大。上最难喝。我靠！西瓜。我靠！你很少直接讲难喝哎，你顶多就说西瓜汁而已。上最难喝的西瓜汁，它这一杯根本就是水。哇，太棒太棒了！今天又来夜市了，好，我们先去找老板，他在前面，他在前面，来来来，对对对，莎莎，请问你在咬什么东西？我姓徐。请问在咬什么鬼？哇，今天这样子，今天这边是哪里？我今晚要带你来台南吃饭睡觉，打东东。打东东是什么鬼？打东啊，打东东。哦哦哦，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东东夜市。对，以前大家一定会，只要是台南人，绝对会背的一句话，什么？大大五花，大五花。听过吗？当然没听过。就是夜市礼拜几礼拜几会有什么大大，就是大东大东，然后武圣花园，然后大东武圣花园。所以您言下之意，你曾经是台南人吗？台南比台北还要爽。原来是台南台，原来是台妹的部分。哦，原来是台南人的部分啊。几个意思？你确定好好讲话哦。那怎样？台南人都是台妹是吧？没有啊，因为刚好台在前面啊。你在台北，你也是台妹啊，台北人啊，台妹啊，台北的妹妹。啊，你现在是台南的妹妹，所以台妹。傻眼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南的大东东夜市。不是啦，先开场啦。哦。差点喷出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来到台南大东东夜市。听说前阵子这里非常的红，因为大东夜市跟大东东夜市两个分割开来。然后据说现在大东夜市好像没什么东西。那我既然身为一半的台南人，哎呦，也没有到一半啊，以前在这里读书。然后我以前也还蛮爱逛夜市的，基本上大部分夜市我应该都逛过了。那今天来到这边，我来看一下大东东夜市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好吃的，跟我以前在这边读书哪里不一样？你以前。多久以前？差不多去年。哦，所以今年大学生刚毕业。对啊。哦，2023、2024。学长。台妹。去。走了，台妹。逛夜市。走了。好啦。好渴哦。哎，我发现地好像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哎。怎么说？就是之前也差不多长这样啊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啊，然后只是它中间再隔了一个东西。哎、欸，这大概是我跟你拍片跑最远的夜市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高雄才是最远的。对啊。可是台南我们很少来，哎，对啦，哎，你身为一个就是曾经住了半个美食之路的人，然后你完全不带我来这边吃美食，然后现在才带了我来这边吃美食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不要受音乐控制，是你先咬的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过分还好吧。不对啊，你现在一直直直往前冲，你应该是先从门口那边开始绕吧。哦喂，我就一条一条绕不行哦，你管我怎么绕？哦，还有规定吗？啊，感觉后面比较没东西啊，这边一片黑。好了，不然你先找一下了。一个一个慢慢看嘛。好了，先找一下台妹。哎呦，第一摊。小上海。直接冲到最后面。台南一定要吃的小上海。它叫大上海耶。大上海。对。上小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要吃小上海。啊，我没有发现你就买了、欸。对，差点就被骗了。他没有长大吧？小上海就是小上海。我再找一下，我再找一下。OK OK OK。我就跟风，我就棒。哦，一个排队是不是？对啊，这边目前没有看到这个排队、欸。那、啊、之前你之前有吃过吗？没有啊。哦。我那么久没有。哦，一年前了。对啊，已经一年了。一年差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最喜欢的长条物啊？我不是喜欢长条物。那、啊、不然呢？喜欢棒状物。哦，啊，他也是啊，他也是，而且他要大。棒状就好。哎哎哎，黄，我又会黄。为什么？会黄。棒状就好吃啊。哦。加油啊！哦。要、啊、不然你都怎么加油？来，啊、你加油看看。这是赞。加油。加油，不是这样，加油。加油。可能你真的太猥亵了。这是什么啊？那个是菜头。菜头。白萝卜。哦。你拿什么？你拿多少给我？一
1000。哇哇哇塞哇塞！还要炒那个九层塔，好香哦。哇，你加超多东西的。我想说每个都加一点点，那我加了它的那个瓜仔肉，这应该是小瓜瓜。OK。有瓜仔就是要先配这个。哪有？我比较有兴趣那个香肠，很 Q 软，而且很香，因为它有炒那个九层塔，所以好香，很脆了。可以哦，很 Q 软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它的皮不是那种有一些大肠的那个皮会吃不下去，但它的大肠那个皮不会很有皮的感觉。哇，那九层塔味道有出来，很香哎，超香的。它萝卜丝是腌过的，但是不会太咸。哎、欸，这个吃个开胃的。你饭团要配香肠，这才是绝配啊。再一口米肠，加九层塔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什么感觉？升天了。那我要来试一下。它香肠是小小细细的这种香肠。对。糯米肠。哦哦，你今天很饿哦。你要包吗？哎，可以，开头这间直接丢丢。哇，可以下一间了，可以下一间了。好好吃哦。没完就吃完，好，今晚我真的直接开胃。OK OK， 炒饭都不够哎。等一下要买再说了，我再去找找看别的。好。第二间五花肉，哎、欸，好香哦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泡菜煮的味道。哦，对啊。好香，很饿哎。它就煎煎的香香的感觉。对啊，煎的恰恰那种感觉，很饿哎，台妹老板。我跟你说，刚刚老板娘说她洋葱给我多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要展现南部人的热情。她真的这样跟我讲的，真的啦。然后呢，我刚刚以为它里面中间包的就是泡菜，但其实不是。中间是包什么？让你猜，因为我已经找到答案了。你吃吃看。你先吃，我觉得你先吃，我感觉很烫。老板娘刚问我说听不听得懂台语，你要跟他说你不会讲台语。我说一点点，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讲黑轮，然后我就啊，然后我想说这不是国语吗？哦嘞，对，他就说哦嘞，然后我说哦，我听得懂。哦。太大口。好好吃哦！它层次好满，它的猪肉就是煎到有一点点脆脆的，然后它里面包的就是藕莲碎 QQ 的，然后再加上它的泡菜跟洋葱，可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油腻的感觉，就是吃起来比较清爽。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现在在排西瓜汁，老板又要喝西瓜汁了。对啊，西瓜汁狂人。I feel good. I feel good. 蛮好吃的。然后它的那个茶又很清爽。就不会太呛辣。等一下，请你喝一杯西瓜汁。对啊，反正我要喝西瓜汁啊。哦哦哦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稍微问一下老板，他说我们今天来错时间，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间刚好是在台风天。哦，所以没有很多人出来拍。对。所以今天摊位其实蛮少的。我在拍你吃的东西给大家看了，看你把嘴巴塞满的样子。它小了，你嘴巴很满嘞。哎，老板怎么了？心情不太好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喝到你最爱的西瓜汁了吗？史上最难喝的西瓜。我靠，你很少直接讲难喝哎，你顶多就说西瓜汁而已。史上最难喝的西瓜汁，它这一杯根本就是水，一杯西瓜汁没有西瓜味。它几乎没有西瓜味，杯子是死胡瓜，挡不住的怒火。我不说哪一件。哎，那个，我们现在的那个吃蚵仔煎，吃蚵仔煎，脆皮的蚵仔煎，好像还不错。饿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再买一杯新的饮料了。真的是喝一口想把它丢掉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你排了半个小时以上啊。对，那边我排了半个小时。我在排什么？史上最生气人，而且通常啥都不想批评。还有老板席地而吃啊，舒服服，哇，这样讲吧，啊，舒服服，好，这样吗？你要这样子吗？台南人台妹，现在你就用台语来。你看啊，在地的啊，就是爱地皮啊，哎，地家家，看你叔叔，哎，地家，
什么膝盖？鸡架。来，一个一波波波。没啊？一个一波波。波波。波波。波波是什么东西？宝宝。宝宝怎么讲？波波啊。好好的 ，OK。一个一波波 ，OK。我就快一瓦波。哦啊，瓦什么瓦波？哦，多宝啊！好呀，哦好。哦哦，一夜蛋蛋呢？一夜奶奶，盖厚哎。哦，来了来。哎呦，哎，看起来厉害。干啊！葱油饼。啊？公山小啊？葱油饼啊？很难翻译耶。哦，煎的很脆是不是？不是，就像葱油饼。九四蚵仔煎而已哦，好哦。来，下面要葱油饼哦，真的，像葱油饼对不对？就是脆脆的。它之所以可以炸那么脆，就是因为它油加的够多，所以减肥的少女们请斟酌。它是豆芽菜派系的，豆芽菜加那叫什么菜？小白菜。嗯，然后加蚵仔，好来。这口看起来很烫，我帮你吹。哇靠！先不要污染我的蚵仔啦！没有，我自己来，不要吹。不要啦。嗯，我要煎。好吧。我们下一间。哎，老哥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下一间了？但这边有很多人。哦，又是很多人排队，所以跟着排。对。哦，对耶。就老老的。可是你刚刚这个好像也。蛮多人在排的啊，没有这个多哦，所以这是一个指标。很多，然后你看又坐很多人。哦，这间是买什么？臭豆腐加猪血汤。哦，臭豆腐，哦，看这个招牌看起来都老老的，厉害。对，我喜欢吃这种老老的店。长猪血汤。米奇必比的米其林。米其林。米其林必比的，就是都是在这种夜市。来，米其林必比登的台语。米比林。好的，请观众下面留言是否正确。哎，这超特别的，它也有两种不同的臭，那个不臭，那个泡菜，一个是辣的，然后一个是原味的。对，没错。来吃一下，哦，感觉很脆哦。哦，终于点头了。怎样？我想吃他的麻辣炒菜，比较厉害的。好吃哎，超好吃哎！它的外皮超酥脆，然后有一点像那个饼干千层饼干的那种感觉。大家看一下。我终于透出满意的神情了。喝个汤，古早味。猪血汤最怕什么？你知道？啊？你知道猪血汤最怕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猪血汤最怕它里面有时候会放那个这个肠子，然后会有便便味。啊，我是没有喝过便便味。没有，它就是那个肠子没有清干净，然后所以会有一个很像便便，我觉得很像便便的味道。真的啊，有些那个肠子没洗干净，真的会有便便，因为肠子本来就是装便便的。所以你试过便便啊？没有。那应该很古早味吧？感觉。嗯。但这个搭配无敌耶。台南最不甜的汤。终于用美食拯救老板的心情了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等下下一间 ，Go。老板怎么了？你怎么眼神在发光？水蜜桃冰沙。那拍不到太远了，等下再拍。哦，你很开心哎，你那个脸。啊，西瓜汁嘞。哦，怎样？啊？怎样？他适合太甜或不够甜，可以再调整。很好喝哎！来，还没吃的过来。这个老板很特别。对啊，他说不用排队，然后重点是水蜜桃很贵哎，这一杯70块还可以哎。然后重点是他帮人家试喝哎，对啊。然后甜度还可以就是调整，然后因为
水蜜桃本身它就是以香气为主，它甜味其实不会到很甜，所以我就点半糖的冰沙，超喝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棒哎，好爽哦，很少看到的。六，重点是它这一看就是整个水蜜桃下去打的啊，因为它里面还有皮耶，果皮耶，太屌了，真的吃得到果肉，对不对？好香哦，直接荣登第一名，对，今日第一名。哎，不是重点是找老板，来你在那边，你看，验收时间，走喽，来走，老板走，老板走，你再不来，你再不来，我要大叫你的名称哦。还叫狗？我要大叫那个知名网红 YouTuber 蓝心雨在这里。不要，丢不到啦！快快快，射射！来快快哦，有美少女要投篮球了。啊，你等下投的时候尽量不要跳。为什么？哎，我怕我那个鼻血喷出来会晕呢。我想看哎。真的假的？那如果没有喷出来怎么办？要这么绝啊？那你去买台湾口香糖槟榔给我吃。为什么我看你流鼻血，你要我要抖给你看，然后我还要买槟榔给你吃？我亏耶，我有病哦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们200中这个，拿着中型的乐色。哦，好。300中，拿这个大型的乐色。好。好，我先玩200好了。好啊，200做这个垃圾，没关系啊，啊反正都垃圾啊，大垃圾小垃圾，对吧？哎，小姐可以了，还要中几颗？点到为止哦。几颗啊？哦，这好吃哦。哇靠！这就过分了哦。哎，再中一，再一个就有了。其实我没有很想要中娃娃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关键一颗哦，快看童颜巨乳投篮球啊！板娘哎，老板娘再一次啊，两颗中一颗，我们行不行？好，好，那是一局哦，也是200哦。好，来跟你收200哦，来关键一颗哦。最后了，最后了。对呢，啊买掉他们后，谢谢老板娘对我真的。就这样子喽，200一起在第三最后了。好，啊买掉他们。哇哇！好了，你快快，你安娜安妮啊，要打架哎。没有彩虹牌。摸打架。啊，放下去，可以手靠腰，这就是小了。要配合哈，三排，那第一次哦。好，你喜欢这种，心怡要不要再来第一？我不要。拜托了，心怡。拜拜。小我来。我不要啊。哎，老板。干嘛？不愧是那个在地台南人哎。行啊。你完全很容易融入吧？你完全可以对付台南的男人呢。真的，粉红沙沙。那另外一边现在目前完全没有东西，哦，那比我预期的小一些。其实小蛮多的，因为今天就是台风天嘛，所以很多摊贩都没有出来摆。我觉得如果整个全部摆满的话，应该是也是挺好逛的。隔壁大东夜市就这样一条而已。其实大东夜市跟大东东夜市以前好像都是融合的，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大家可以上网查，然后所以对，就分开了。好，我跟你说，难得。怎样？我们去旁边，因为这个音乐有版权。靠呀！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闭嘴啦！就是难得我们来台南，我要带你去吃一间我的爱店。所以我们今天远离夜市了。对，我们最后一站远离夜市，我要带你去吃最后一个我觉得很好吃的东西。哦，要够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够了。废话不多说 ，Go！ 台南中西区的中深夜美食，我极推大推，最喜欢的就是这间阿明珠青龙粉啊！哇塞，哇塞，超好吃，还有12点，然后以前都是那个老板在做的。嗯。然后想要就是儿子出来做这样，以前老板记忆超好的，那记忆超好，记忆超好，记忆超好，对，就是他可以一记住超多人就是点了什么。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鸭脚翅？没有，都没有听过。你要吃吃看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对于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好奇，我觉得很特别。他还有卖什么骨髓跟什么？脑髓跟骨髓，对啊，一堆这种东西耶，但难怪你喜欢，就这种奇怪的东西。而且没有重点，是因为它的分量其实都是小小的，对我来说我很喜欢，因为就是小小我就可以吃很多种，这样就是很适合女生的味。而且重点是它卤的那个汤头的那个味道超香，我心心念念超久的，来我就说我一定要来吃这一间，一定要最后一餐。
靠，这是啥小店？好，我们再一种冰肉。我真的有撑死我了，一定要把这个吃下去。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猪心多粉嫩，它是粉粉嫩嫩的那一种。哇塞哇塞！而且它汤头很香。我告诉你，反正就是吃它的东西一定要沾这个酱料，然后配姜丝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那什么东西？台南人一定要知道的啊！我知道的酱，对，试试看。这哪猜得出来啊？色泽。什么胡椒的酱吗？你试试看。哎、欸，胡麻。是台南人的辣椒酱。哦哦哦，有，最后那个味道上来有。台南人的辣椒酱是这个颜色的，我那时候不知道。对，很酷吗？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鸭脚翅，它不外乎就是鸭脚跟鸭翅，然后它拌的那个酱，然后跟那个他们特制的酱跟盘那个罐头就很香，超适合买回家配啤酒看电视。这个就我最爱啦，麻油腰子、猪心冬粉也是我的爱，因为它的猪心冬粉就是鲜嫩多汁，洋溢的笑容。这很好吃，这很好吃。你喝一口，快点，你喝一口。给我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粉粉嫩嫩的。赢了！我再吃一个他的猪心。老板已经开吃，完全不想介绍了，就交给我了。他的猪心，哇，薄薄粉粉。那我要沾哪一个？你先吃原味。哦，好哦，赢了。很嫩，很脆的，超新鲜，超好吃，大推。难怪这么多人在排队，到现在已经12点了，还一堆人。懂吃姜丝的人一定要吃姜丝。直接一言不合就哇。哇，哎、欸，你今天在夜市都没有这个表情了，唯独来吃这个出现这个表情。各位观众啊，看他表情就最准了，东西好不好吃，看老板表情最准确。真心不骗的，这个呢就是很适合，你看，你看它的，你看，哇靠，这个融化，冻成这样子，哇塞。哇塞！就喊一下，就出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完全懂你了。这其他地方找不到哎。对。来吃一下这个腰子。它这辣椒酱很入味，然后就很好吃。哇，它的麻油的味道很香，而且它的东西怎么都这么嫩。对，超好吃，然后味道又不会太甜，也不会太咸。哇，这就好爽啊！应该直接今天第一名了吧？知道吗？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总结一下好了。好，那我先。你先认真吃啊！我吃货模式启动了。好精哦，还是灯光的问题？有吗？这样看很精啊。好像是蛮精的。对啊，是灯光问题吗？开始了。对啊。但最后这家很屌哎。超好吃吧？就是完全颠覆了我对猪心冬粉这个东西的印象。你原本对猪心冬粉的印象是怎样？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个我没事不会去吃它的东西。那如果今天这一间你会特别来吃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会为它专程下来才能吃。超软嫩。对。我没有吃过这么软嫩的。好，不说了啦，你看，我等一下还要回饭店继续吃啊。好，今天一整天下来，你觉得哪一些东西是你心里的评价最高？这间当然就毋庸置疑了嘛，不用讲，它就 Top One 了嘛。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就是那个香肠。好，那我今天的第二名，我一定选就是水蜜桃冰沙。现在的果汁都很贵耶。对啊。对，然后但是它是整个水蜜桃这样下去打的，然后重点是老板还先给你试喝什么的，重点是他不是给那样一买买哦，他是真的一大口的那种。OK 啦，总比45块的某杯饮料好喝啊。今天最不爽的地